您好，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我是张雅婷。中华民国空军的特技飞行队伍雷虎小组，专责在重要节日展现振奋人心的飞行特技。成军60年之际，国防部和美国电视公司合拍纪录片，揭露飞行员的训练秘辛。遗憾的是，他们耗时16个月跟拍的飞官装备员，去年在一次飞行任务中丧生，来不及看到影片完成，让人不生唏嘘。装备员在这部影片留下最后身影，也让更多人了解雷虎小组的故事。空军雷虎小组翱翔天际，施展高难度的飞行特技，在国庆或其他重要场合总是吸睛焦点。国防部和国际电视频道合拍纪录片，揭露雷虎小组不为人知的训练秘辛。片中从美国国家图书馆调出老照片，介绍雷虎小组成军60年来的历史。另一个焦点则记录雷虎小组现阶段进行人员接班，近距离跟拍飞行员在空中和地面的练习和训练。由南向北，六机左同轨。来，我来飞一个。好，谢谢你来。可以，可以。Ready, go。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是心理障碍哦。因为你既然这个科目设计出来的话，我们一定有它安全性在，但是你对于低空的感觉，还有你在那个生死一瞬间嘛，在那么低的高度，你可能反应时间不到2-3秒，你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这部纪录片从2013年5月到2014年10月，耗时16个月拍摄，接下6号机飞行任务的装备员中校，却在一次训练时飞机失事殉职。导演表示，当时纪录片已经进入后制阶段，剪辑尺度的拿捏更加谨慎小心。我在拍他最后一次访问的时候，一个礼拜，整整一个礼拜，他就过世了。所以，我在拍的在剪接过程中，我会想要把他这个训练的过程中比较人性的那一面因为毕竟技术是比较冷的，那人性的那一面我希望能够呈现出来。其实他不太谈工作上面的事情，对，所以有听说过，可是我不知道拍了这么久。很高兴他有参与，因为至少既有影片，我还可以再听到他的声音。雷虎领队王维珍上校表示，雷虎小组因为装备员失事，2个月来相当沉寂。目前雷虎小组以现有的人数重新安排任务，人力虽然吃紧，不过原有的表演项目都会保留，检讨高难度项目的标准作业程序，更加注意安全，请国人拭目以待。也期盼观众借由纪录片了解他们的训练历程，多多为雷虎小组加油。中央社记者洪煌军、王怡文台北报道。首届世界棒球12强赛确定由台湾和日本合办，主办单位世界棒垒总会19号在东京举行记者会，宣告赛事将在11月登场。国际棒球总会会长法卡利对于台日能够合办此项赛事，让更多人观赏精彩球赛引以为傲。与会球界人士对台日合作举办大赛也很看好。この第1回記念すべき大会がここ日本で開催される台湾との協賛になりますけれども、それは非常に光栄に思いますし、それと同時に非常に興奮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す。基于棒球即将重返2020年东京奥运，以及台湾跟日本两个国家棒球间的长期友谊关系，所以我们欣然同意与日本 NPB 携手合作，共同举办这场历史性的大赛。台湾呢？亚洲棒球总会会长彭成浩受访时表示，让棒球重返2020年比赛，这次比赛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对于中华队征召球员，他认为应该没有问题。选手名单还要透过选训委员机制确定，但应该很快就会决定。记者会上公布世界棒球12强赛的识别标志，设计意向具有全球性色彩。棒球上12颗红星，象征参赛的12支强队。
世界棒垒总会将根据去年全球各项棒球赛事排名前十二的国家参赛，预计在台湾举行八强赛，四强赛和冠军赛则在东京举行。中央社记者杨明珠东京报道。明年一月十号之前，日本警察都会举办相关活动，推广110报案专线，甚至邀请人气明星担任一日通讯指挥本部长。今年找来人气童星小林新男体验110线上勤务工作。はい、110番警視庁です。事件ですか？事故ですか？事件です。振り込み詐欺なんじゃないかと。はい、急いで警察官を呼びます。あなたがいる場所は何区、何町ですか？中野区の落とし物をして中野警察署に届けれたんですが、見つかったかどうか伺いたく電話したんですが。110番は緊急回線ですので、中野警察署に届けていただいたのでしたら、そちらにお問い合わせください。日本滥用110的情况相当严重。根据2014年统计，东京一年约拨打180万通110电话，有 30% 是没有紧迫性或根本不需要拨打。但滥用的情况不止在日本，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一位四岁小男孩拨打报案电话给美国援警，要援警帮他解决问题。Where do you live? No, I want you to talk to me on the phone. Okay, tell me what the math is. Okay, 16. Yeah. Take away 8. Uh-huh. Is what? You tell me, how much do you think it is? I don't know, 1.警方受理报案电话内容千奇百怪，常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趁110这一天宣导，除非在紧急状况，千万不要任意拨打110，以免占用资源。中央社综合报道。中央社国际新闻，中央社记者贾佳达为您泰国曼谷报道。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将近30个据点分布5大洲，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由文化部赞助到柏林知名贝塔宁艺术村驻村的艺术家许家维，是第一位来自台湾的艺术家。过去曾到纽约布鲁克林驻村的许家维说，纽约和柏林两地相较之下，纽约的艺术氛围较蓬勃，而柏林则是策展团队技术水准相当高。像在柏林的这边呢，因为他有安排一个展场，而且展场在柏林也算是很专业的展览场地。我觉得在这个展览的品质上呢，柏林这边是可以做出很好品质的展览。1974年成立的贝塔宁艺术村是当代艺术重要的交流平台。柏林克鲁兹堡区有许多艺术聚落，每到工作室内部参观日，艺术家就会邀请同时驻村的艺术家们到工作室彼此交流心得。目前欧亚地区及北美等地都有官方文化单位或是艺术推广机构与贝塔宁艺术村合作，赞助艺术家到柏林来短期驻村。And now we have also started a cooperation with the KfW Bank, a German bank, and they take engagements for to bring artists from Southeast Asia, from India, from Africa. This is a big chance that we had, because usually those countries they do not enable their artists. They do not have so much money. They do not have so much money for.徐家维这次展出的作品以 On the Margin of Places 为主题，透过与台湾议题有深刻联系的作品，用不同文化勾勒台湾轮廓，备受当地瞩目。中央社记者林玲柏林报道。爆发力十足的舞蹈搭配电音节奏，台上舞者诠释人类面对噪音冲击，从混乱冲突到重新获得平衡的过程。这是台湾编舞家孙尚启的新作《浮动》，最近获邀到比利时布鲁日舞蹈节演出，惊艳欧洲观众。我们想说，那应该要把这个音乐、这个旋律这个部分，把它用极简的方式来做。那有时候简单的东西，你可以慢慢带出复杂的情绪或是复杂的元素。
孙尚启学古典芭蕾出身，也学过传统舞蹈和太极。这次特别将两种不同舞蹈元素融合，借由西方舞者的诠释，展现有别于东方特色的演出。像是东方的太极啊，这些元素不一定说一定要是看起来是一样的一个形式，但是呢，它的那个内涵和它的那个精髓，只要让他们知道了，他们可以做出他们自己不一样的一个风格出来。孙尚启表示，这支作品的肢体动作和音乐都比一般现代舞更有震撼力。这次演出不仅挑战自己，也挑战观众的接受度。中央社记者江金叶，布鲁日报道。带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希腊国会历经三次投票没能选出总统继任人选，导致希腊国会在去年年底解散，25号将提前举行大选。国际债权人担忧，目前声势领先的激进左派联盟一旦胜出，希腊将终结准结政策，并且退出欧元区，引发新的欧债危机。后续发展是外界观察焦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我是张雅婷，我们再会。